扎染新态度，潮玩樽染 DIY。 玩扎染仲浸咩？用樽玩先够潮噶嘛！等 Face 青云路去揾扎染师阿邦教我哋用新式嘅樽染方法，自制出一件独一无二嘅 T 啦！接成一条，就一个条子咁样啦，就去接佢，咁可以好不规则嘅。用橡筋扎实，咁你就跟翻你想落几多个颜色啦，大致上去做一个间距啦。上色，咁就基本上咧就根据翻你头先大概扎嗰个橡筋个位置啦，你想边个位置系咩颜色咧，你就落翻落去，咁大概可以跟翻橡筋呢个距离去落啦。加热。佢加熱的目的就是令佢固色，因為如果平時我哋上堂嘅時候都係啦，因為之前頭先都講過話如果我哋就咁擺喺度嘅話，最少要擺24小時以上，係啦。咁所以咧，如果用加即係用咗微波爐去叮佢咧，就可以減少咗呢個時間咯。加幾耐？大概3分鐘到。洗去多餘嘅顏料。佢都會有少少，有機會中少少嘅，咁所以咧就盡量因為你水係向下向咁啊，盡量揸淺色嗰邊去沖佢落去深嗰邊。完成。通常如果我哋自己整咧，都唔會拆住嘅。不過好似當係做翻班咁嘅效果咧，就可以拆出嚟。呢啲扎染衫每件都係150-200元左右，如果攞舊T嚟做扎染，只會收翻材料費嘅啫。Bye.